啱啫。唔係啊，公司有嘢唔開心咧。我扣少咗手錶廣告，我覺得幾好噶。不過好似聽都未聽就 ban 咗。你睇下，我諗住咧用炮女郎，俾人一種咧耳目一新、快一步嘅感覺。细到大咧，我妈妈都管得好严嘅。哇，你真系仲惨过生活喺嗰啲铁幕国家喎。都惯啦。喂，撇啦，带你一个地方。咩声音？最近佢喺监狱里边有咩动静？根据调查，佢呢几年喺入边都非常之守规矩，冇俾人加过监。照估计，佢应该喺今年之内就会放监。同我继续留意住佢嘅一举一动，有咩变化即刻通知我。冇問題。件事都過咗咁耐，我都唔希望有任何人再會重提呢件事。阿爸阿媽，介紹個靚仔俾你哋識。呢兩位就係你爸爸媽媽。佢哋喺警界有個好浪漫嘅外號噶，叫警隊神雕俠侶。哇，咁啊真係恩愛喎。點知恩愛啊？佢哋仲好英勇添。有一次發生銀行炸彈劫案，我媽為咗救嗰個大肚嘅人質，就揾自己同佢交換。真係好英勇喎！當時我阿爸負責同個劫匪談判，我媽趁我劫匪唔為意嗰陣，就靜靜雞從後門將其他嘅人質救走。點知都係俾個劫匪發現咗，就即刻引爆個炸彈。我阿爸為咗救我媽，就衝咗入現場。结果两个都炸死咗，所以你就想考警察，以佢哋做榜样。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冇天分，但系终于我考咗三次都俾我考到啊！我觉得如果你真系相信你嘅 idea 系好过其他人嘅话，你就一定要坚持，唔好咁容易放弃。你带我嚟呢度就谂住藉住爸爸妈妈嘅古仔鼓励我。其实。我仲有一件事想同我爸妈讲噶，我终于都冇令佢哋失望，我终于都做到一件事，系每一个人都会赞我噶啦，全靠你将嗰段片放咗上网，我先会得到咁多鼓励，所以多谢你。你哋喺度做咩啊？喂，妈妈，你又喺度做咩？我嚟拜谢个朋友咯，你哋咧？哦，我陪阿蚊拜佢爸爸妈妈啫嘛。下星期六我屋企有个 party，Elva 啲同事都会出席，如果得闲嘅一齐嚟玩。你讲真噶 ？Casual way 得噶啦，大家食下嘢，倾下偈咁，好随便嘅啫。好啊。系啊 ，Kyle 咧喺嗰边咧，同一个 dress up 咗嘅客人倾紧嘢。你需唔需要我叫佢过一过嚟啊？唔使啦，我唔阻佢做嘢，我自己照顾自己得噶啦。咁你 enjoy yourself tonight 咯。幫我換個杯香檳。誒，嚟咗啦！唔好意思，我啱啱收工，所以遲咗。哦，啊，我同你介紹啊，我朋友周麗敏，呢個係掌氏集團 CEO Gloria。使唔使我幫你換啊 ？Sorry，Madam， 最後一件燕窩蛋撻，益你啊！多謝。啊，你 Gloria 想食啲咩？燕窩蛋撻。食塔啦。
新鮮出爐燕窩蛋撻。Gloria 都幾中意同人競爭啊！因為我中意贏，贏嘅感覺好好。嗯，我都中意贏啊！不過贏嘅咧，始終得一個，其他嗰啲咪係 loser 咯。阿蚊，你都嚟咗啊！慢慢食，慢慢食，我哋仲有好多食物。Gloria， 其實咧，你唔單止同我夾，同阿 Carl 都好夾嘅。系，系。八卦先，你又系喺美國嗰度讀大學 ，right？ 係咪覺得你哋好有緣咧？你唔好話俾我知，你又係好中意玩音樂啊 ？Carl 咧，佢唔中意噶，不過咧，佢十歲咧考到八級鋼琴咁啫嘛。Oh really？ 啊，仲有喎。Kyle 同 Gloria， 你哋兩個都係武林高手喎。不如一陣間就請 Gloria 同阿 Kyle 用豎琴鋼琴合奏一曲啦。好啊，阿蚊，你都嚟玩啦。係啦，你喺大學度玩開咩樂器啊？我冇讀過大學㗎，又唔識咩樂器。哦，之前喺舞獅隊學過查查算唔算啊？咁又係，如果識嘅都一早參加咗警察銀樂隊啦，又唔使大熱天時喺街度行 beat 啦。啊，頭先啲蜆蓉意粉好食，補曬添，你要試下？嗱，攞住。我去攞。Gloria， 飲多杯啊！做郭德嘅女朋友，要玩得、飲得、忍得，郭屎奶，我忍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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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忍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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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點啊？我唔親你啊嘛？冇啊，食意粉啦。啊，唔該。咧，唔好意思啊，成晚唔得唔理你。明嘅，係咧。你講咗未啊？講咩？你個 idea 黑豹咧，哇！未啊，唉，等我諗清楚啲先啦。想隨時隨地在北美看到更多 TVB 台慶節目，記得要下載北美版 TVB Anywhere 藍色 App 啦！千祈唔好錯過熱播中的台慶劇《黑色月光》啦～